老婆婆有80吗？我没有80，我只有在100里。我问你接水，我一般9点钟水。我问你多少水？我一点水。查查喽，好高啊！我1.5米。我是问你，发烧发了好多度？我晓得我好多度是，我来找你找的。来，打上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医生，医生说你抬一下喽。还在倒着呢嘛？昨天你说我短裤穿太高、啊、什么短裤穿太高？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。你脚都要干嘛了？你脚上鞋湿了啊？脚下结脂了？你怎么是冷感冒了？有什么过敏的药？过敏的药，你喝苦药，我那是喝疼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回去那个鸡。你往哪个沙坡垃圾？你才沙坡垃圾！你说我短裤穿得高，你全家都穿得高。你好，这是你的药，1天2次，药效12个小时。嗯，药效12个小时啊？是的。医生，那个谢谢了。你别笑。看到你发了，今天都在家。今天我去看病，医生说要休息12个小时。哎呦我的妈！医生，昨天你说要休息12个小时，你一定还想2次、嗯，我肚子都笑痛了。我说的是药效，药效。我知道药效12个小时，但是我遭不住了吧嘛？你重新弄开，药效时间短点的。来，朱朵，1天3次，药效8个小时。1天3次，药效8个小时。看完不过瘾，看完还想看。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图你乐，输入图你乐，关注图你乐，进群看更多视频。